请掀开经本第九面，请掀开经本第九面最后一行看起，所以这和如来定慧究常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我们从这一段看起，这一段经文是说明如来化身、报身的德用，这其中的理事都不是菩萨能够明了的，何况凡夫。所以世尊在此地叫着阿难告诉他前面经文上所说的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与念情住无量一劫，生机住根无有增见。那么这是极赞报身、化身，德用无边。在佛法当中，佛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可以自赞会他。那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世尊不是自己赞叹自己，为什么世尊要以这种方法来说法呢？这个道理很深，正是因为这桩事情没有人能知道，正是所谓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佛只好自己说了。说完之后要给我们解释，所以这和，这是一句问话，意思就是为什么佛要这个说法。下面呢再解释，如来定慧究常无极，这个在课文里面诸位能看到，这句是解释如来这个名号啊，在底下一品我们再做详细报告啊。因为底下有十号，十号里面第一个就是如来。广义的说，这是见性之人，才能够称如来。那么由此可知，如来古地上这十种号，
菩萨也有。什么样的菩萨？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他就具足十好。虽然具足十好，没有达到究竟圆满，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晓得。所以圆教初住菩萨就有能力随类现身，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样的身。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北印度降生，示现八相成道。八相成道是什么地位？天台家四教里面属于藏教佛，八相成道是藏教佛啊。换一句话说，圆初住菩萨实现的，就有能力作此实现，也称如来，也称应供等正觉，佛天人师称啊，那不假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一直到究竟果位，那么这个十号了，圆满的了。如果诸位对这个意思要不能体会，古人常常用月亮做比喻，大概初二初三我们看到个月牙，能看到月的光明啊，你说那个是不是真的月光呢？是真的，不是假的，是真月。十五的月光啊，圆圆满满的，也是真月，决定不是假的。圆教初住二住的菩萨就像月牙，究竟圆满的果位呀，就像十五的月亮，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所以初住菩萨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大师讲六即佛，这个地位叫分真即佛，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这个真的，它只证得几分，证得部分，而没有证得圆满，叫分真即佛。分真即佛包括哪些？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等觉，这个十地等觉，41个位次，华严经上称的41位化身大士啊，他们都属于分真佛，多有能力示现八相成道，都具足如来十好。这个地方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很广，说如来定慧，定是禅定，慧是智慧。那么由此可知，见了性的人，他的定慧跟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二乘绝对不相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
没见性啊。十法界里面的佛也没见性，那我们要问，十法界的佛相当圆教什么样的果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四圣法界里面的阿罗汉，我们讲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断正的功夫，也就是他断烦恼的这个能力，相当于圆教其性位的菩萨，但是智慧德能呢，那就不能跟其性菩萨相比了。其性菩萨的智慧比他高的太多了，断烦恼跟他相等。那么由此可知，藏教里面的佛只能到九性十性位的菩萨，没有到初住，也就是说他们的无明没破。初住菩萨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得大自在啊。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得的是小自在，不是大自在。那么这是我们明了此地是讲的已经破无明，至少也破一品，化身大士，他们的禅定，他们的智慧，通常我们讲戒定慧三无漏学，旧常就是究竟，常是常通啊。无极，这两个字重要了。从这两个字来看呢，这个如来不是普通如来了，究竟圆满的如来。因为后面有“旧常无极”这一句啊，化身大师这一句他还做不到啊。有这一句，我们就知道啊，他是究竟圆满的如来啊，而示现的法相成道啊，所以佛菩萨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实现的，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心是感，佛是应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啊。众生的心非常复杂，设法界都具足啊，我们起心动念，那么佛菩萨的应呢也很复杂。佛菩萨来应的时候，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
理很深，四很广，很泛。佛经里面称之为微妙啊，难知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里面，可以说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只要你细心去体会，你就能觉察得到啊。我们一般人觉察不到，是妄念太多了，心太粗了，粗心大意，你觉察不到啊。心思细密之人，他就能觉察到。能觉察得到，用功才能得力。我们常常听许多同学说，用功啊，功夫不得力。这个不得力的原因，要知道啊，平常粗心大意，没有依教奉行的。学佛的同学，正如经上所说的，修行没有尽力，所以效果就小了，好像读书了，拿不出成绩出来啊。原因就在此地。佛在一切经里面劝导我们，首先要建立信心。信心怎么建立？读诵大乘，听闻佛法，亲近善知识，依教修行，建立信心。信心建立之后，你才能够深解义趣。对于佛所说的一切经教，它的意思乏味，你才能真正尝到啊！这个里头有真味啊，绝对不是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能够相比的。这个味，佛经上常常把它比喻比作甘露啊。佛比作甘露，我们还是不懂。为什么呢？甘露没见过，也没尝过，哪里懂得什么味道啊？只是听说这个书本里记载，甘露是天人的一种不死的饮料啊。说饮料大家好懂啊，那么饮甘露啊，就长生不老啊。我们没见过，那么甘露可能是种非常美味、非常营养的一种食品。如果说真的说饮了甘露就不死，大概是形容啊，不是真的。那要是真的话，天人也有生死吧？
飞翔飞飞享天的天人，寿命八万大劫，到了他也要死，他也要堕落。那么由此可知，这是一个形容，是个比喻，那是天上最好营养滋补的饮料。不死是形容，不是真的。我们在这里不要误会，有生一定有死啊，有聚一定有散啊，这才是真理。佛在《大小乘经》里面常常警惕过，这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明白之后，我们才知道应当怎样做人，应当怎样生活，过得幸福美满。知道自己生从哪里来，死了之后到哪里去，这就叫了生死。了是明了，对于生死的状况啊，一点都不模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说了生死就没有生死了，那你又把它解错了。了生死，对于生死这桩事情很明了。功夫，定慧功夫达到究竟圆满，无极不是一切因为所得，菩萨在因为啊，从初这个初发心到等觉都是属于因为，只有如来究竟的佛果，这个才是果位。所以有这一句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讲的话，这是究竟果地上的智慧禅定境界，不是因为菩萨能知的，佛这才自己说出来。说出来的目的何在呢？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我们对佛自自然然的就升起恭敬心来了。如来的境界，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何况是地前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对于如来世尊的建立决定的信心，然后才能发心依教修行的功夫才能得力了。现在我们讲修行，实实在在讲给佛交给我们的标准，我们打很大的折扣，这个折扣太大了，不是对折，对折你都成佛了。佛讲了100分呢，我们能做到1分，哦，这个人就很了不起了，就很难得了。那么有许许多多人1%做不到啊，做到1000分之1，做到1000分之1，他也能得利益。佛法的利益真是不虚。再看底下这句经文，
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那么这也是世尊自己说的，也不是三贤十圣菩萨所能够理解的。一切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菩萨的自在不能叫最甚啊，最甚呢跟前面究常无极的意思相同，都是指究竟果位上来说的。心离开烦恼，离开忧虑，离开牵挂，这样才自在啊！我们今天不自在，自己好好的想想。不自在的原因是什么？总而言之，妄想太多了，分别太多了，执着太多了，所以你不自在啊。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把虚妄当作真实，就是迷惑。一心一意分别这个真实，想拥有这个真实，那真实假的吗？你就起了无量无边的分别之处。在这个里面患得患失，你怎么会得自在？现在这个世界，全世界大家都晓得，动乱不安呐。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真是心慌意乱了，痛苦不堪了。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可怜了，有没有方法解决呢？有。但是你不相信呐，什么方法？读了佛经就明了了。你身心不安，为的是什么？希望保护这个身体，保护你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你求的是这个，你在这里分别，你在这里打妄想，你在这里执着。如果你能把这个通通舍弃掉了，像《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哪里不平安呢？处处都平安啊！原子弹在空中爆发，看放焰火啊，很平安啊，没事啊。所以啊，一切不平安呢，都是妄想分别之处，过分的执着自己这个身体，过分执着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身是假的，世界也是假的。连佛法还是假的，你可不要执着佛法啊！佛说得很清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尚且不执着啊，这个舍就是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何况世间这一切法？这是佛教给我们得自在的方法了，啊，所以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了。啊，你看看，我们看许多人，为了什么？为了身体健康，啊，这个清晨呢，去运动啊。到外面跑步啊，或者打拳呢、啊，做种种运动啊，累得一身汗啊。他以为他身体健康。这学佛的人每天打坐，如如不动，丝毫运动的也没有，那他很长寿啊，他也不生病啊。你要问这什么道理？那些执着这个身体，希望身体健康，天天运动，啊，天天进步，妄想分别执着，反而补出毛病出来了。啊，在运动里面又扭着腰了，扭着筋了，麻烦大了，出了多少纰漏出来？这个真正修道人呢，事实真相明白了，通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没病了，病根都放下了，都拔掉了，这才叫真正的健康啊！你看看佛的经论上。哪一部经论里面讲的这个佛菩萨阿罗汉每一天去运动没看到过 啊有没有看到佛菩萨天天去进补的？也没有啊。像这些地方啊，我们读经学习绝对不能放松，要留意看看佛菩萨他们怎样过生活，过的是健康的生活，自在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注意要记清楚，无相并不是这个相没有了，那你又把意思解错了。无四相是心里头没有四相，不是外面境界没有四相啊，心里头没有啊。佛教我们呢，断惑证真呢，是把心里面的四相拿掉。那个形式上呢，还是有我有你啊，有众生呢、啊，有受者，样样都有啊，一样也没有少啊。心里头不能有，相上有呢，就不爱死了。华严经上跟你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就是此地讲的，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就是世事无碍。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产生在哪里呢？
障碍实在讲产生在妄念，妄想是妄念，分别也是妄念，执着还是妄念。你那个念错了啊！放下妄念呢，佛就跟你说，正念。正念跟妄念从哪里分别呢？这个事情麻烦了。以起心动念呐，言语造作，如果与四相相应，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通通是妄念。学佛还是妄念啊？你在拜佛的时候，我能拜呀，佛是我所拜的呀，我对他恭敬的。你拜佛都是妄念，你怎么能成就？净念佛堂念佛，我念佛，我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了，我念。所以你念佛功夫不得了嘛，你这句佛号念得很久，念得很多，没念好嘛？怎么知道没念好呢？还是有烦恼。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还是有贪嗔痴慢，这就是你功夫不得了，烦恼天天长，智慧没看见。如果你功夫得力了，烦恼轻，智慧长，你在修学过程当中啊，法喜充满啊。大乘经里面常讲啊，长生欢喜心的，你一天到晚生活在欢喜当中、法喜当中，诸位要知道，这种法喜要用我们世俗人眼光来说，这是最好的养分的。什么样的营养都不能跟它相比，这个世间科学研究还没有研究出来啊！你看现在研究营养的东西多少，法喜没有研究出来，这只有佛法里头有啊。中国古人也曾经说过，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人欢喜的时候，那个精神就来了。可以不要吃饭，可以不要睡觉，欢喜。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初禅天以上就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了。五欲舍掉了吗？五欲是财、色、名、食、睡。食是吃饭吃东西啊，睡是睡眠啊，这五样东西它都没有了，都舍掉了。这是粗禅啊。粗禅用什么东西来养自己身体呢？禅悦为食。禅悦是定慧里面的有一份喜悦。那个喜悦就是它的养分。它五欲完全不需要了。四禅天如是啊，我们在人间生活也如是。只要你对于这个产生兴趣，生欢喜心了，
你就得到充分的养分。那么现在也有人说能量都可以，名词无所谓，讲的都是一桩事情。所以佛教给我们生活在欢喜之中，可是我们一天到晚忧愁，一天到晚苦恼，佛教我们欢喜，我们怎么欢喜得起来嘛？这是真的啊。为什么佛那么欢喜？为什么菩萨那么欢喜？进入佛门，你第一位看到的弥勒菩萨了，正规的佛教道场，他的建筑第一个天王殿，你踏进天王殿的大门，他坐在当中面对面的弥勒菩萨，一天到晚笑眯眯啊，他教你什么？教你长生欢喜心啊，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欢喜了啊！你看到山河大地、芸芸众生啊，这些现象原来都是诸佛菩萨变化所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你看这个人，哎，喜欢他；那个人，我讨厌他。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你看到的是妄想。从这些妄想里面生起妄心，像《宗经论》里面所说的，种种心生啊。种种心是分别心，执着的心，种种心生，就把外面的现象转变了。境随心转，相是随心转的，这个是前而易见。非常可惜，我们平常粗心大意。你看人欢喜，你看他面孔欢喜相。他在发脾气愤怒，你一看啊，那愤怒相，那相不是随你心在转吗？你心清净，现的是清净相。你心地污染，现的是个污染的相。显而易见呐！所以佛说，心生法，法心生呐。心生法，那个心是真心呐；法生心，那个心是妄心。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差别就在此地。他在一切境界里面能做得了主，不被境界所迷惑，这个才叫觉悟啊。觉悟的人才得自在。
才能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是谁呢？我们自己呀。所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要从学过佛菩萨的生活做起。华严经上讲有十种自在，这是原教古地上的如来。我们今天是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我们怎样学习自在的生活？这个要懂啊。十种自在里面，第一种就是长寿，叫做命自在。长寿慧命，我们能不能得到？能。佛经里面常说的求长寿得长寿啊。如果你求不得，你一定是在求的理论或者求的方法上出了错误。如果是如理如法的求，没有求不得的。我们向谁求？向佛求，错了。向自信中求啊。不是向佛求啊。所以告诉你，向佛求，那个佛是，那个佛是觉性。这个佛不代表一个人，自信佛，所以才有求必应。佛法称为内学，诸位要记住。如果是心外求法，那叫外道啊，无有是处啊。佛法教给我们从内心里面求。那么求长寿，这个例子很显然，凡夫的寿命有一定，为什么呢？业力所转。所以有些看相算命，把你那个命算得很准确啊，你很可怜啊。为什么呢？你有命啊，被人家算得那么清楚啊。你是凡夫啊。那佛菩萨那个看相算命算不准，为什么呢？他没有命啊。没有命才叫长命啊，有命都是短命啊。所以你给人家算的算什么？短命，算的都是短命。长命他算不出来的。怎么样转短命为长命？那这就只有佛法了。除佛法之外，什么样科学方法都办不到啊。佛法确确实实能够转短命为无量寿。方法在哪里呢？就在这部经上。理论方法事实真相全在这部经上。这个经叫无量寿经嘛。
那寿命怎么会不自在呢？如果就四相上来说，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就自在了，就长寿。凡夫之人生到这个世间，你是业力来的。你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受果报的。过去生中修善业，你来享福的；过去生中造作不善业，你来受罪的。所以佛讲得好，人生愁业。你要问人为什么到世间来，释迦牟尼佛四个字解答得清清楚楚。你是来酬偿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业报，你是来干这个。干这个还不老实，一面是酬偿业报啊，一面又在造业，你说这怎么得了？业因果报啊，这样相互的缠绵，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就造成长劫轮回的现象。这个现象很苦啊，谁知道呢？佛知道。所以在《地藏本愿经》上，诸佛如来对于释迦世尊的赞叹，他能在无着卧室教化一切苦难众生，知苦乐法，就是说的这种事情。轮回的状况，佛菩萨了解得太清楚了，我们是迷在其中啊，造业受报，受报又造业，天天干这个，是苦不堪言的。这一生当中，我们总算非常幸运，遇到佛法，遇到究竟了义的大乘法门，一生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无比的希望。所以你只要能把念头一转，把你的业力转变成愿力，你就是尘缘再来。怎么个转法呢？未转之前，念念为我，有我，有我的家，有我的眷属，念念是为我啊，这是业力。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念念呢为一切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我没有了。这个念头一转，就是尘缘再来。我们以前业力的生命告一段落结束了，往后是愿力再来的，愿力再来住在这个世间就随意自在了，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没有障碍了，想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就去得了。为什么呢？愿力做主了，关键就是这个念头啊。凡圣是一念之隔，佛在这个经教里面讲的不错啊。佛说生佛，毫发之差了，就是指这个念头转过来就成佛了，转不过来那是凡夫。转凡成圣的道理你懂得了，你为什么不肯转？你为什么做不到？习气太重啊！这是无量劫的妄想分别执着的习气，他在作祟。但是你要晓得，这习气不是真的，还是虚妄的。妄决定能断。马明菩萨在《齐心论》里面讲得好啊，不觉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断，本觉本有，本有决定可以恢复。你一念转过来了，本有的就恢复过来了，为什么不肯干？这个是愚痴，愚痴到了基础啊！愚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以对于如来的经教，不能够认真。100%的复习，果然能100%的奉行，你就圆圆满满的转过来了，你就得命自在啊。所以如来果地上这些境界对我们来讲，我们有大受用。那问题是对这个理事要透彻的理解，我们才肯真信，才肯真信。你说我信了，我做不到，那个信是假的，不是真的。真信决定做到了。所以你的信心是什么程度，看你所做的，你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你的信心了。那么第二是心自在，第一个是讲命啊，第二讲心自在啊。我们今天心不自在，烦恼很多，忧虑很多，佛菩萨的心自在。为什么呢？佛菩萨有智慧，有方便，他能够调伏烦恼，能住三昧也。
这一条实在讲，我们可以修。那么你真正要学，你要把心里面的烦恼、忧虑、牵挂，统统放下。让你的心住在念佛三昧之中，你就得自在。实际上，金刚般若这一慧眼，我们过去在此地说过。须菩提尊者看出释迦牟尼佛生活的真相，他看出来了，佛为什么那么自在？为什么那么快乐？他看出来了，对世尊大加赞叹。那么他向佛请教，我们这些修行人，不修行人不谈了，修行人最重要的两桩事情，一个是怎样降伏其心，这个心就是妄念，如何能把这些妄念降伏住，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应云何住？我们的心呢，要安住在哪里？尊者这一发问，引起这个金刚般若这一回呀，释迦牟尼佛说了许许多多话了。对须菩提讲的，须菩提不是一等根性的。释迦牟尼佛啰里啰嗦讲了一大堆我们听也听不懂如果是我们学佛的人拿这个问题问释迦牟尼佛云何降伏其心？释迦牟尼佛一定喝掌，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多简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应云何住？阿弥陀佛，住在阿弥陀佛上就好了，比《金刚经》高明多多啊！哪有那么麻烦呢？这叫最上乘法。所以须菩提不是上乘人的，你们大家上乘人啊！我跟大家讲的真话。那么这个就是心自在了我们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忧虑妄想牵挂拉拉杂杂的统统舍去，一句阿弥陀佛把它代替。念佛的功夫在什么地方用呢？起心动念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这个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把他拉到阿弥陀佛这来，把那个念头打掉。这就是降伏其心呐！念念呢，心里面有阿弥陀佛，你的心就住在阿弥陀佛上。心住在阿弥陀佛，哪有不见佛的道理呢？楞严经上讲的很好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心里头不要有别的东西二六五十种不可以有别的东西为什么呢？所有一切念头都是轮回业，
你想想，从早到晚，你造的什么业多？轮回业做得多啊！你心里面有佛的这个时间少，短了，所以你功夫不得力啊！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阿弥陀佛。那你要是，一定麻烦又来了。为什么呢？看到那个人来找我，明明是个讨厌的人嘛，那搞得我心就乱了嘛。那是你不会用功，会用功的人，哎，阿弥陀佛来了，那个人就是阿弥陀佛，你的心把它变成阿弥陀佛，相随心转嘛。这外面是境界嘛，你有能力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它就是阿弥陀佛。你看，你不就面对阿弥陀佛吗？善人是阿弥陀佛，恶人也是阿弥陀佛。顺境是阿弥陀佛，逆境还是阿弥陀佛，你才入念佛三昧呀！你才得心自在。你要分别这个是佛，那个不是佛，你就完了。你怎么会得自在啊？这是教你怎样过大自在的生活。第三个呢，是物质生活的自在。这个经文里面讲自具自在。自具就是我们生活上必须要依赖的一些物质。这个实在讲也很简单，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生活非常简单，吃饭日中一食，吃饱就行了，衣服粗布能够遮体就行了，晚上睡觉有个地方躺下来休息就足够了。他过的生活，我们今天讲是最低水平的生活，的物质生活，他得大自在，知足常乐。心里头没有一丝毫的负担了，心里没有负担，这个心就是最健康的心理。心理健康，生理就健康，他身健康啊，不生病啊。我们今天为什么病这么多？心理不健康，吃这东西，哎呀，不干净啊。疑神疑鬼，这个东西里头啊，恐怕不干净，吃了会生病啊。他这个念头一想到病，这里痛了，那里痛了，果然就来了。病从哪里来的？想来的，妄想打来的。那个心理健康的人吃饱了，一念不生，也不知道吃些什么东西。所以他这个身体永远是健康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他怎么会不健康吗？没有挑剔，没有意念为自己，身体是为众生服务的，是为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与自己不相干了，自己利用这个工具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你说他多自在，多快乐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无论富贵贫贱，如果真有道心的话，
应当过一个很平常的物质生活水平，绝不求奢侈，绝不求豪华，绝不求提升自己生活品质，不求。那么你要想过好的生活，佛也不会反对。为什么不会反对呢？因为佛没有念头。佛要是反对你，那佛就有分别，有执着了。所以佛劝人，佛不勉强一个人。一切你自己看着办吧。所以佛的心才永远清净的。佛要落在分别执着，比我们还烦恼啊！那他管事不太多了，所以他只有劝告，绝不勉强任何一个人，所以他才能得心自在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这个生活物质生活上的自在。那么我们有多余的，应当帮助别人。你的福德就大了，功德也大了。这个福德修福而不着相，福德就变成功德。修福着相啊，那是福德，不是功德。着相是着什么相呢？着我相。我能修，我做了多少好事情，那你修的是福德，不是功德。无我相，你所修的一切福德都变成功德。功德能了生死，能证菩提。福德不能，这个里面的区别很微细，自己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所以你财布施，你一生的财用决定不会缺乏，你布施供养饮食，你就不会缺饮食，你布施衣服，你一生不会缺乏衣服。我们是一般讲一生呢，在佛法里面讲啊，多生多劫，你不会缺乏。那么凡是有缺乏的，都是不肯布施，不肯种因，哪里来的果报呢？那么第四个叫业自在，业是造作，我们世间人叫四业，正在造作的时候叫四，你做了些什么事？事情做完了以后的结果就叫业。那么业很复杂，佛将它归纳为三类：善业、恶业、无忌业。无忌非善非恶，善业这有善果啊，恶业有恶报啊。无忌是多在无明之中，这造业。佛菩萨的造作，
我们随顺世间人的讲法，佛菩萨也造作嘛，他造作也有结果嘛。怎么说法呢？叫他做净业。净是清净的，净业的果报，这六道里面就没有了。你看六道有三善道、三恶道，没有这个净业的果报，所以净业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不在六道轮回。那么我们要造作。一定要造作净业，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有一些善业、恶业、无忌业，通通转变成净业。你要有智慧，你要有善巧方便，会转啊，菩萨的本事啊！《楞严经》上说：“若能转净，则通如来。”那也可以说菩萨跟凡夫不相同的，菩萨会转，众生不会转。有智慧有方便的人他会转，通通都转成净业。我这个说法了，大家听起来好懂。佛法里面说明叫回向，回向不好懂，你们天天念回向偈，怎么个回向法？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回向菩提，能够念得出这三句的人就不多啊。这三句是什么意思？能讲得出来就更少了。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都能够把它转成回向，那就更少了。所以你要懂得转，回向就是转变。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再小的事情，起心动念，真的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呀，这微不足道之事啊，都可以把它转，通通转成净业。这就是你真正懂得回向，你会回向了，全都转成净业，把烦恼转成菩提。把生死转成涅槃，转染成净，转邪成正，转妄成真，就在你会转了。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人家来找你了，你欢欢喜喜恭恭地看他就是阿弥陀佛，我就把他转变成阿弥陀佛了。这个叫回向啊！你还把他看那个众生，还把他看成冤家，一看就生气。你看看你多划不来啊！一看呢，烦恼起现行，业障现前，马上就堕落了。你看一转呢，后一转就成佛了。一念之间欧维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平等的，决定没有好丑。为什么呢？唯心所现。唯心所现，心就是法界。心就是如来所以我常说，
一切人意、一切事、一切物，都是诸佛如来的实现。你们听了不相信吗？我讲真话，你们不相信。讲假话，你们都相信。讲假话说，这些众生啊，过去造的业了，你看善业善报，恶业恶报，你相信？这是假话，不是真的。这随顺众生说的，如果随顺佛菩萨所说的，不一样。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全是诸佛菩萨实现的，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全是诸佛菩萨的报身，全是诸佛菩萨的化身。这是跟你讲真话，讲真的，你不相信？你要能相信，你也把境界转过来，恭喜你呀，你入了一真法界了。成佛有什么难处吗？一念之间啊，万法一如啊，万法平等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烟消云散，了不可得。问题就是你认不认识，你有没有看清楚，你能不能转得过来。那么这是我们讲平常造业啊，你业就自在了，一转过来就自在了。第五个叫受身自在，这个容易懂，示现受身，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这个示现有两种，一种是应身的示现，一种化身的示现。应身示现呢，要来投胎。在这个世间要住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那个这个就是应身示现。第二种叫化身示现，化身示现往往是帮助一个人，帮助少数人，时间很短。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的，他老人家朝五台三步一拜啊，路途遥远，时间很长啊，人受饥寒，路上生病啊，在荒野之中，谁去帮助他？他生病，这时候文殊菩萨实现了。文殊菩萨变成一个乞丐，好像也正好从那里过，遇到了，看到老和尚生病，照顾他，帮助他。老和尚病稍微好一点了，他就走了，以后也再遇不到了。这种叫化身实现。那么这一条我们就不好学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可是我们有类似的修学法，有相似的这个方法。世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社团，不同的人事环境，我们在哪一个团体，
应当用哪一个团体的方法来说法，也算是随类实行。我自己也常常遇到这些事情啊，或者我们去拜访其他宗教，也有时候其他的宗教来拜访我们，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我曾经遇到过。我遇到的时候，我就先合掌，他来看我，我就称他菩萨，不要他先称我了，我先合掌给他行礼。看到天主教的是神父菩萨，他看到我，他很欢喜的恭恭敬敬给他行礼，他也很高兴吧？为什么称我菩萨？你是菩萨了。我怎么是菩萨？你真的是菩萨了。他再追问的是，菩萨是一个有智慧有觉悟的人，你是不是？不错，那你不就是真的菩萨？哪里还是假的吗？这也叫做随类现身，随机说法了。然后把佛法介绍给他，佛法对他的宗教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啊，佛教是智慧啊。你信仰你的宗教，你宗教徒要不要学智慧？上帝是不是希望他的儿女一个个的是笨头笨脑？我相信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啊。上帝一定希望他的儿女很聪明很有智慧，很聪明很有智慧怎么办呢？跟释迦牟尼佛这个老师去学习上学啊。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老师啊，上帝是你的爸爸，没有冲突啊，这问题不是马上解决了吗？好解决，他听到也很欢喜。所以这受身自在的时候，我们把它用在各个不同场合当中，我们也可以事先种种不同的身份，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众生。所以这个里面，这佛法里讲的善巧方便。方是方法，便是非常适合，这个方法用得很适当，就叫方便。善是什么？绝不违背原理原则，原理原则一定掌握到啊，这个原理原则世间人讲的真理啊，佛法讲的性德，决定不违背自信本具的心得，这叫善。当然这种善巧方便需要相当的修养，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做得到，做得很自然，不是装模作样的，做得很自然。一定佛法呢，决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佛的经教变成自己的生活。那我们修学净宗的人，跟随阿弥陀佛的人，
我们的生活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就是阿弥陀佛的生活状况。我们要深信，我们要理解，要做到。那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了。这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弟子。第六啊，叫解自在。解是对宇宙人生真相真正的明白了、理解了，这个叫解自在。唯有真正理解，你才能说所说的那就称之为妙法。我们想想，世尊当年在世，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世尊事先有没有预备？没有啊。在大会之中，大家都想听世尊的教诲，四众同修都有啊，不一定是哪个人提出什么问题来向世尊请教啊，问题没有事先告诉世尊，世尊也没有去准备，随问随答，记录下来啊就成了经典，没有准备呀。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佛告诉我，智慧能力是我们自己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华严经出现品里面佛说，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德就是能力，相就是相好，一切众生智慧能力相好跟一切诸佛没有差别，所以一切众生怎么不是佛呢？你看一切众生是一切佛，正确的，没看错。这个里头出了问题了，问题是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不能证得是因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佛，他不知道他自己智慧德能跟诸佛如来一样。这句话是这么个讲法，他不知道啊，所以佛帮助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哪一天他豁然明白了，豁然大悟，原来如此啊！那么佛有没有度众生呢？佛没度啊，是他自己悟的，自己明白的。佛没有能力叫他明白，
佛只能教，只能开示。悟入是众生自己的事，佛做不到。所以一切众生成佛是自悟自证，佛不居功，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而得度者。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啊！谁度你？自己度自己。佛只是给我们做一个正上缘而已。你看看，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都是自己具足的。佛仅仅做正上缘而已。结自在之后，才能为一切众生应机说法。所以诸位学讲经，当然你们初步，你们这个功夫还没有入这个境界，智慧没有开呀，你们讲经还要预备，还很辛苦。切入这个境界了，讲经要不要预备呢？不要预备了。不预备也不能不预备。怎么个预备方法呢？跟你们的预备方法完全不同。预备的方法就是念佛。心跟佛心相应，愿跟佛愿相应，德与佛德相应，行与佛行相应，是这一个预备法。你从言语里面透露出来，自然就跟经相应吧，还要准备它干什么？可是，如果你境界没转过来，那你就不行。你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准备。可是你要步入这个境界，你的准备工作是一辈子都做不完。那就很苦啊。你要懂得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依教修行。真正依教修行，你这种准备经教，我看顶多十年了不起了。十年之后还要去准备经教，那换句话说，你没有修行。你要有修行，何必要准备？你要有修行，展开经卷，原来都是自己的心行啊。自己心行，哪有自己说不出的道理吗？都在平时啊，相应的。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四无碍辩才。无碍辩才是这么来的。都是自信本具的德能。第七个是愿自在。哦，这一条我看大家听得都很喜欢了。愿自在。又求必应。这个愿才自在啊。如果求求不得，那就不自在了。我记得我刚刚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这样教导我，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听到很欢喜啊。然后他又告诉我，有的时候你求没有感应啊，求不应呢，
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自己有业障，你要把你的业障找出来，把你的业障消除掉，感应就现前了。张家大师这几句话，我在一生当中得大受用。这40多年来很有效果，所以我是深信不疑啊。有许许多多人，念佛的人、学佛的人，对佛菩萨不相信的，哪有有求必应的道理？哪有这么简单？所以他每一次求总是不相应，总是求不得苦啊！哪里有有求必应呢？他不晓得，他所求的不如理，不如法。求有求的道理，有求的方法了。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有求必应。那么在新加坡的同修，你们如果心细一点，仔细去观察，你也能得到证明。李牧原居士在这个道场，不就有求必应吗？隔壁这个大楼从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求，果然就应了。如理如法的求啊，你看他求讲堂，讲堂应；求念佛堂，念佛堂应。他求什么都有应啊！如理不为自己求，为众生求啊！为自己求就没有感应，为什么呢？佛菩萨决定不会帮助你增长贪嗔痴，那佛菩萨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人啊！你没有自己，没有贪嗔痴，你为佛法久住世间，佛法是人天眼目啊！你为一切众生得度啊，这个求是正确的，跟诸佛菩萨、跟护法龙天同心同愿，他怎么会不帮助你呢？所以这个里头有一念私心在，就没有感应，你就求不得。许许多多同修到这个地方来，从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到新加坡来参学，见了我的面都要要求我拨一点时间到他那里去讲经。有没有感应呢？没有感应的。什么原因呢？他为他私心啊，为他方便呢，为他那个小道场啊，所以他没有感应。过去你们来找我，一找我马上答应，过几天就去了，满天飞呀。到处跑啊！什么原因呢？没有道场给我讲经，没有地方啊。那只有到处借法缘，好事吧？
目的是在解法缘。那么现在有一个道场在那讲经了，再要乱跑，那你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所以没有道场的时候信，可以到处乱跑。初学的行，初学的是广界法缘，所以我的法缘很殊胜，就是跑了几十年了，到处跑啊，跟大家结缘了。现在有道场，要好好规规矩矩讲一部经，那么大家要求，这个是很多人，很多年来。都要求我讲一部华严经，华严经太长，找不到这个场所，没有安定的环境，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安定环境，过去许许多多人要求我要满他们的愿，好好在此地讲一部经。你们在邀请我了，等我这部经讲完了，我再跟你们去玩。那么现在讲经的进度就像这样，两个小时，两三句啊。那华严也是这个样子啊。哎呦，那么大一部经，我本来打算五年讲完，现在算算看，恐怕15年都讲不完。那么问问大家呢？大家喜欢这个讲法，那这就没法子了，这希望过过无量寿了，我们大家都无量寿了，慢慢把这个经完成，叫愿自在，有愿必成。第八了，神力自在，这个神是讲神通。通是讲通达，对于一切法都能通达，神是神奇的。超越一般人常识之外。那么这种能力，当然一个要修行功夫，要开智慧，第二个广学多闻。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要常常接触，你才能够了解，才能够应付得了。但是在初学的时候不可以，初学的时候一门深入。为什么呢？成就自己的定慧。自己有了定了，定是有主宰，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这是你有定，你有慧了，你能够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有能力辨别，这是慧。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就可以广学多闻，事出世间法都要涉猎，都要看看，要有个了解。我们在外面讲经说法，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有很多人呢，有意来问他，来找麻烦。你要有能力为他解答，不但可以降服这些人，而且能够化导这些人。这些人都很自负，都自以为聪明，常常出现难题，找法师的麻烦，让他下不了台，他在底下看笑话。所以一般常识一定要有，然后你才能够得神力自在。第九，
法自在，这个法自在通常是指辩才，得大辩才，能够广演无量法门。幕后一个是智自在，菩萨智慧具足啊，能在一念之中展现出佛菩萨那种大无畏的智慧能力。那么这个十种通通具足才叫最深自在。虽然此地说的如来古地上的最殊胜的自在，我们应当要学习把如来古地上的境界变成我们生活的境界，我们才能得受用不能够学到他那个水平，水平降低可以不能够圆满的学习，学习少分可以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就显得自在了所以这个总体来说呢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我们科里面讲的解脱德这个地方呢三德都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各位在这个经上看是前面觉知难量般若德这个地方显示出解脱德般若解脱里面就含着有法身自在了这经文末后还有一句时间已经到了这一句留到下一次再讲。